第二种呢，随缘行，为众生无我，皆有业转，苦乐起受啊，皆从缘生呐、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无我，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？是业力所转的啊！善业你没放下，三善道受报；恶业不放下，三恶道受报，这业转啊，得了身体了，无论在哪一道。有苦有乐，你这一生都得要受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从缘生的、到哪一道去投胎是引业，引导你到那一道投胎，是那个善恶业。得到人生在这个世间一生苦乐的报，果报了。那叫满业，满是过去生中造作啊。你跟这些人都有缘，没有缘的一生见面也不会打招呼，没有缘的啊，跟你认识的、跟你往来的全是有缘。啊，有缘人当中，有人帮助你，有人陷害你，啊，帮助你，过去世你们有恩惠，你曾经帮助过他，陷害你的人，过去世我曾经陷害过他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若得圣报，你看荣誉等事，皆是过去宿因所感了、啊。云尽幻无，何惜之有？啊，化解了就没有了。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，息风不动。明顺于道，叫随缘行。啊，这个随缘里面完全讲的是善报，报怨行是讲的逆境恶缘。啊，随缘行呢是善缘，顺境。啊，顺境里头不生欢喜心。逆境里头没有怨恨的念头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处，这就是在道上啊，这叫真修行。